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坎，欢迎收看旭哥抽转蛋。那最近好久没有来抽转蛋了，那今天就来抽一下最新的转蛋池啊。那还没订阅频道，记得订阅，随时观看这复活邪神 RS 转蛋冒险攻略。今天来转蛋开抽啦，旭哥 rank 现在763等，总战力2538577 2538577，这个战力就是一直在提升啊，可能很快就要到300万了，战力一直在狂飙啊，最近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抽了。最近这个就是有送很多这是活动转蛋券，最近这个活动，那它是有期效限制，所以大家就是有空你记得去抽一下。就看起来是个是个 S， 还 OK。有人说这个是那个复活邪神，就是三代的音乐，是什么商人的音乐？好，那我们就来抽这个。哎，哦，第一抽来了，啊靠，圆有的，我之前很飞啊，希望最近的手气能够好一点，抽中一些新角啊，之前太飞了。再来，就是抽个500-600张好了。这个目前刚好抽用了100张了。哇，都抽到这种东西。目前刚好用了100张，现在是125张。哦，巴巴啦，怎么都没有 SS 啊？我靠！这好像有点飞啊，哦，来了，银之手啊，这个是那个夏尔。可是我记得这只好像，这只好像有点废啊。好，继续。哦，爆嘞！爆了，爆了，爆塔了！哦 ，no， 克罗地亚，克罗地亚，都是重复的。最近好久没看到艾夏了，今年好像不太容易抽到艾夏、欸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最近又离家出走了一下。继续，我们就快速的这样连抽啊！我是想要新角都没有啊，倒是一抽到什么胖子啊什么的。哇，干龟啊！
哦，来了来了。哎，这个是刘特吗？我靠，又是烂货。真的很难中哎。今天是碎片大集合啊。我靠！我挤你！看一下，今天就大手笔，就一直狂抽好了。新角真的很难中啊，因为这一次其实是有那个美联的，但是美联好像真的很难抽啊。为什么有些人都运气很好，可以抽到美联呢？我只会抽到 A 的美联啊。傻眼！我抽好快啊，这一次，这次好像比较没有那个，这次啊网路比较顺的感觉。今天感觉蛮顺的，不知不觉就抽完了。可是都抽到烂货啊！哇，怎么都这种东西？最近那个就是活动有没有可以去换转蛋券啊？所以，然后每天也会送嘛，每天登录都会送转蛋券。我靠，全部抽完了，抽成这样，终于抽了，啊爆了！来吧，来吧，最后终于要来个像样的吗？来了啊 ！shit！ 休斯塔湖，我靠！哦，来了，又来了，又是同样的重复的角色，米加勒，哎。无言呐、啊，无言呐、啊，只有无言而已。这次不是有美联吗？美联几率多少？哦，0.066666%，好，好，真的很低。我、哦、靠，美联抽不到啊！那、啊、来抽这个好了。我只是想要一只新角而已，有这么难吗？好歹今天也爆了两次塔，结果都出这种东西。只是想要一只新角啊，这样子凑了吗？旭哥错了吗？这样只是想要一只新角有错吗？错不到啊！哇，这个手气感觉真的不太好。
感觉很多碎片可以卖。大家不是会问说我金碎片哪里来吗？就是卖这些碎，卖这些就是多出来的碎片，有没有就可以换到很多金碎片的。所以你想要很多金碎片的话，你只要常常很非洲就可以了。角色练到50等，然后多出来拿去卖一卖，就是一堆金碎片了。但是把它转换一下。哇，今天真的是手气好烂啊！哎，美联真的抽不到哎。等到我之后不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就会来，你知道吗？你心里想的他就不会出现的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我今天好像抽了好几百张哎，我今天到底抽了几百张啊？好像没有数啊。我来了，这个是，我靠，还是威尔嘞？这你敢出来，我都不敢信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教授哎，哇 ，shit， 今天真的是手气很差。把最后一抽了，最后一个五。哇！不给上数的、啊，最后还给五个 A 耶！再抽一次，再抽一次，最后一次了，最后一次啊！好啦，五个 A。哦，好烂啊！啊，不抽了，可恶！抽成这样我也是醉了。你看这里有非常多的碎片可以卖，你知道吗？你只要看那个50等有没有，这个都可以卖掉啊。然后这个就可以拿去转换成那个金碎片啊，所以你会看到非常多的金碎片。旭哥的金碎片都这样来的、啊，就是靠这个抽死人非洲来的。这个50等就卖一卖，然后要怎么换呢？啊，有些人可能不知道，我再讲一下好了。在兑换所有没有？你卖了这些呢，到兑换所，就是最下面有一个白结晶兑换所这边，然后你就选金碎片这个。你看我这个可以一次换120片金碎片，有没有？我的金碎片就是这样来的、啊。靠着非洲就是来累积金碎片啊！你看，120片金碎片就是这样来的，好不好？金碎片很多，为什么会很多呢？就是因为常常抽得很非洲啊。那这边还可以换，就是铜碎片、银碎片，还有转蛋券啊。但是我建议啊，就是换金碎片就好了。金碎片 CP 值是最高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旭哥抽转蛋录到这边，就是明天做一些，好像做一些倒数吧，明天可能会做一些特辑。好吧，敬请期待，我们下一集见啦。